迎收看画频道。那么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玩马桶人塔防啦。那么，等一下，马桶人中版权了，它被下架了。Oh my god！ 哎，毕竟这个游戏也没有版权啦，所以它被下架还是蛮正常的。不过呢，这个游戏的作者呢，他在争取版权啦，所以希望他可以拿到这个版权啦。毕竟这个游戏还蛮好玩的。希望我这一集出了之后呢，这个游戏就恢复了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啊，你们希不希望呢这个游戏呢恢复正常啊？我想看一下你们的留言啊，希望这个游戏呢恢复正常，还是说无所谓啦，我都没有在玩，或者我都不玩了？留言区记得告诉我哦。OK， 那么我们就来找一下其他的马桶人游戏的玩下。哦，这个马桶人攻击吗？这个游戏好像挺不错的，我们就来尝试一下吧，毕竟还算蛮多人玩的。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。 Let's go。 OK， 游戏开始了。现在我是一个最普通的监控人了。然后这个地图好像马桶人在下面，我们进入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游戏了。不过我要先观察一下我们要买什么道具之类的。哇，下面有经验值，我们看一下，可以买武器耶。哇，好多武器哇。好像还不错。有没有角色可以换啊？哦，这里，哇，这也太惨，全部都要花 Robux， 哇，超贵的。加上我害怕这款游戏呢不久之后又会被下架，不敢买，不敢买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角色啊？我被透剧了吗？这应该是新的角色吧，我还没有看呢。各位不要透剧哦。好，我们先用一个最菜鸟的那个监控人吧，我们来开始战斗吧。我们这里就直接过去吗？开始。马桶人呢？我在前面。我这个移动速度好慢哦，可以跑吗？不行哦。开枪！好像它的手感还蛮不错嘞，还蛮顺畅的。你看，这些马桶都超硬的。你看，它打几枪还死啊？四枪。这是 DJ 吗？不是，这次是冰的马桶人，小冰马桶人。按一是什么啊？按一是加速哦，移动速度哦，不错啊，不错。有这个限制你的移动速度啊。按 Q 呢冲刺OK 可以下面有一个武器马桶塞，打他范围攻击耶，各位伤害蛮高的。这个打一只死这更好用啦。这个 OK， 第三关了，来呀我看到你第一阶马桶能出来了。来，第一阶一只给你 KO。 第一阶马桶能变硬咯，要打两只哦。打他，然后一次过啊！等一下，这谁？等，这个巨星啊来了，拿枪打，走，好硬，超硬的。我可以换枪吗？我想换枪，我要怎样去买枪啊？别，可以啊，简单，轻松。有钱呐。200斤，打我啊！大型，这个中型还是大巨型吗？马桶人打我啊！打我啊！我在这里，来打来！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泰坦监控人！Oh my god！ 我变身了！你现在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吗？按一我有烧，你看我有烧的效果，这是喷毒吗？按 Q 呢？会飞啊！Let's go！ 好酷！按一喷毒，烧他们！哇，好爽哦！再来，飞行！打他！喷毒！来，看，爽啊！爽爆！我用我的这马桶塞了，好小克！防守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捡起来，无敌状态，各位！现在我25秒的无敌状态呀、啊！等一下，时间到了，我变回菜鸟了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让我消灭你们，等一下，别打我了，对不起，走开，还是远攻好一点，打。OK， 现在呢，这是礼物吗？也可以捡钱呢，这也是钱，把它拿起来，然后这个是无双嘞，各位，10分钟就可以拿到了。我们等一下10分钟吧，我们先来，等这个女监控人先，我要尝试下先吧。这个真的是女监控人呢，你看到后面啊，有这个子弹的，蛮容易得到的，它不是很强的吗？我们就来看一下，买一下武器吧，我们来买。要买这个散弹枪先啊 ，M16 买1000，我们用 M16 先吧，毕竟 M16 应该比较强啊。好，我们就用 M16。等一下，你抓枪那个姿势怎么那么怪怪的啊？
Game over？ 哎，游戏拖太久，它会游戏结束哎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我觉得我们去功夫玩吧，因为毕竟比较多人玩，应该比较爽吧。OK，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功夫吧。OK， 现在在功夫，我们就来直接开始。现在十四关啊，十四关是打什么呢？哦，这个蜘蛛哎，我们来打它哎。M16好用，你看我射击速度超级快的，哇！不过它血量也超高的，那个蜘蛛直接变身，来来来，哦，各位，哇，马上就得到了，来呀、啊，直接变身，我就来喷火先，喷火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升级版的，各位，升级版的泰坦监控人，他用那个锤子，他手上有那个锤子的，按 Q 呢，哇，这速度更加快了，各位，用锤子打，哦，他移动速度，他飞行速度好快哦，再来。范围伤害，呼呼！哦，这个会飞的这个马桶，哇、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什么马桶人啊？没有看过的，飞行，打他，哦，再来撞击啊！来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变回正常了啊！我们继续用我们的可爱的啊女监控人吧。这个呢，看一下他的一的招数啊，来一是哦，发射飞弹，哈、哦、可以可以哦，来打打打打，别走别走别走，飞弹，飘飘飘。他飞下要伤害好像不是很高诶，还行还行哦，这什么啊，这是哦，泰坦音响人，哈，哎，看一下他招式，看一下他招式，按一，哦，用我的电视那个光波吗？这个泰坦电视人呢好像是升级版的吗？他旁边好多武器哦，可以再用我的哦，烧他们啊，烧烧烧烧烧，伤害蛮高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其实刚刚我想起了，他不是喷什么毒啦，他应该是用他身上啊毒子那个光波来攻击啦。不过他感觉上蛮像喷毒的，没关系啦，不过好玩就行啦，游戏好不好？哦，二十关了，哦，这电锯人呢？哦，他要使出什么？哦，哦，等一下，我变成正常人了，变成正常人了，哎，射啊射啊射啊！哇，血量好高哦，来打他打他打他！哦，看看看下啊，他一击会给我，哎。伤害蛮低的，才扣那三十血而已。等一下，我队友全部好像死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快点来帮忙哎 ！Oh my god， 他血量还扣一半罢了，哎，超级硬的，哎，闪退。OK OK， 来来来来，发射发射。哎哎哦，我靠近他，直接帮我解决掉哎。哦，我不可以靠近他，他伤害超级高的啊！哎呀，哎，这个要等待，不能直接进入游戏，要等一个十秒吗？十二秒。OK， 开始开始，快快快快 ，OK OK， 不要不要不要停不要停，各位不要停。残血残血60多60秒，应该可以解决的，应该可以打胜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发射！哦 ，Let's go， 简单哦，泰坦哦。各位，这个是升级版的泰坦音响人啊 ！Let's go， 这个什么招呢？按一是，哦，发射飞弹，然后 Q 应该也是飞吧？哦，果然啊，果然是飞弹，哦，还是跟踪的吗？哎，好像不是哎，不过还发射蛮多的，伤害又超高，来，哎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啊，很可惜啊，哎，好用哎，真的，说真的，我想买它哎。OK， 现在可以拿无双了 ，Let's go！ 哎，等一下他怎么有三个马桶塞呀、啊？哎，这不对吧？哈，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够帅就行了啊。其他角色呢，我们以后才来玩吧。现在我们主要是买下武器吧，散弹枪，我、哦、没钱了，我们就用散弹枪吧。无双加散弹枪 ，OK OK， 这组合应该不错吧？哎，我们去试下 ，OK， 散弹枪来。这散弹枪伤害好像哎蛮高下的哎，我们看一下招吧，他的 Q 呢？我、哦、可以飞啊，果然是啊哦哎，他飞行速度也很快耶。我们看一下一啊一是哦，哎呀哎，有点可惜了，他的一招式你看也是跟那个泰坦监控人也是一样，攀地上。OK， 第四次关了，第四次关是 BOSS。三头马桶人啊，哈哈！哎，四十关才是这个 boss 而已嘞，也就是说他越后面应该 G 慢才会出来吧？哎，这发射飞弹哎，哪里都我要死！哎啊啊！我觉得我换回这个女监控人啊，因为她有远攻的攻击嘞。虽然这个无双她血量比较高啊，不过走路速度好像比较慢哦。嗯，就用她先吧。哎，打不过哎，还有40秒而已，先帮忙，先帮忙！发射发射，完蛋，我们失败了，四十关失败了，各位。不够人玩吗？完蛋！3、2、1，啊，失败啊！
失败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呢，哎，蛮好玩的。它有超多角色可以选，又有很多武器，近战武器。OK， 那么各位观众，你们想不想看我继续玩这款游戏呢？那么记得按赞还有订阅频道哦。那么我们下个马桶人游戏见吧，拜拜。